好，我们感恩在太平洋呢，特别喜欢听这个五会念佛哈，我们一起来念啊，两次就是一百声了啊。好，起诵。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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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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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陀佛，阿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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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陀佛。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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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塔巴米塔巴米塔巴米塔巴，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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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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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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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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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五会共两次啊，这样子不断的重复简单操练，太不可思议了，就是让我们能够什么开发我们每个当下的专注了，太不可思议了。感恩透过这个五会念佛的方式呢分享啊给所有的十方大众百姓家人，你可以重复简单，透过小朋友的方式就可以开发他们的这个大脑的间脑了，甚至我们透过老人家可以让他的神经元活化，最重要的我们的壮年，你专注的话呢，活在当下，其实我们一切的工作在职场上更能够呢取悦让大众能够感受到呢，你是一个真正的呢很柔和随和非常融入在每个当下的人了，就这么简单。期盼你能够将五会念佛的音频呢记住对自己呢最大的成长就是专注清净专注大脑智慧清净在每个当下，智慧呢转为自身的话实践在日常生活，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大脑开发的方法，期盼你也能够应用的自如，重获一心了。